但系唔该享尽嗰啲奢华福乐，仲把感受江山野路长。爷爷，我哋到底坐喺边度嚟噶？留下山水喉呢啲呼叫声，到而家为止仍然留喺好多上一年纪嘅香港人嘅记忆里面。滞水期间，一家人停工停学，轮流排队轮水。据讲，军时全香港家庭300万个水桶搭起嚟，比太平山仲高过1913倍。自从1964年广东省建成咗东深供水工程，香港先至从此结束百年缺水嘅历史。我哋香港人每日只攞开水喉，就有源源不绝嘅清洁用水。相反，喺内地同埋世界各地，水荒仍然都系不绝嘅。我哋香港人几咁幸福咧吓！饮水思源系我哋中国人嘅美德。咁而我哋香港人饮用嘅水嘅源头系嚟自边一度？嗰一度发生过咩历史嘅文化同埋动人嘅故事咧？我同埋你都想知道。北枕五岭，南临大海嘅珠江流域，东江、西江、北江等河流滋润住岭南大地。其中同香港人饮用水有密切相关嘅东江，发源于江西寻乌县阿计，自东北向西南流经岭南鸿蒙初开之地河源，同东江最大支流新丰江汇合。呢度咧就是河源嘅新丰江同埋东江交汇处。嗱，两江水汇合之后咧，就会经过惠州到达东莞桥头镇，然之后咧穿梭石马河，进入东深管道，翻山越岭到到香港嘅，保证香港嘅市民咧70%以上嘅生活用水嘅。传说呢度风景太靓，神仙留低咗好多脚印。1996年3月6日，4个小朋友喺城南一个工地玩嘅时候，意外发现咗一窝石蛋，终于揭开咗神仙脚印之谜。经过中外专家考证，是地球白垩纪时期的恐龙蛋化石，距离而家有6500万年。我讲系恐龙蛋啦，而家广场嘅有15000几枚，呢个系点样一个数字呢？就系全世界所有恐龙蛋加起来，系冇我哋河源市博物馆一半咁多。更加令世界惊讶嘅系，河源唔单止挖掘出数量众多嘅恐龙蛋，而且仲发现咗10多条形态各异嘅恐龙化石，仲有系200多个恐龙脚印嘅化石。全世界呢，就冇一个地方有龙又有蛋又有脚印嘅，所以中河源嘅余国远老先生讲啦，河源恐龙世界奇迹嚟嘅。河源古时嗰个自然生态环境系点样嘅？河源远古嘅时候咧，我估计咧就系一个沼泽地嚟，恐龙就喜欢到嗰度饮水啊、食草啊，就繁衍啦。所以我哋河源咧要有用人讲咧，河源啊系恐龙嘅产房，古时系非生态系非常好嘅。2005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层与古生物中心正式授予河源市为中华恐龙之乡。吉尼斯世界纪录亦向拥有恐龙化石冠绝全球的河源博物馆颁发了证书。恐龙之乡又有万绿河源之称，绿山绿树，绿水绿岛。我哋嚟到岭南第一大人工湖，河源最著名的风景区万绿湖。嗱，眼前壮观命嘅万绿湖咧，又叫做新丰江水库噶。咁究竟呢一度有几大咧吓？嗱，湖区嘅总面积咧1600平方公里，相等于系1.5个香港咁大。咁而森林嘅面积咧就有1100平方公里，水域面积系370平方公里，等于杭州西湖嘅68倍。总储水量咧系140亿立方米。香港人饮嘅水咧就系呢度流去噶啦。万绿湖景区同肇庆嘅鼎湖山、云南嘅西双版纳，被称为北回归线上沙漠腰带嘅东三旗。因为地球嘅整条北回归线带几乎全部都系沙漠，又或者系干旱嘅草原，仅仅有3处得天独厚嘅地方，先至拥有一片绿色。
但是如果说鼎湖山、西双版纳是大自然的恩赐，那万绿湖就是岭南人利用自然创造出来的奇迹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为了充分利用水利发电和防洪蓄水，建设好珠江三角洲的后花园。万绿湖区六乡镇12万人口大迁移，原本以斩柴捕鱼为生的湖区村民，为了保护森林植被和水质，改变了传统的生活。为了环保，为了起这个湖，你们的村民都很大牺牲。就是这样啦，原来就是我的捕鱼啊，即係冚齊啊！為咗個咧生態嘅環境啊，都全部都出世啦。而家你哋又唔敢做乜嘢？而家你哋主要就係見人哋旅遊啦，即係咁樣。呢一艘就係環保船係咪啊？呢艘就係環保船嚟，即係我咧收汽油嘅，即係為咗環保收咗化氣嘅。不如咁樣啦，而家我帶你睇一睇萬綠湖。萬綠湖水域遼闊，碧波萬頃，水性甜美。翠玉色的水面看不见一根的漂浮物。两叔开着快艇到水月湾岛景区，导游小姐首先要我们做一件事。先生，请你将你的左手放在这个绿色手印上面，你可以宣誓了。我们是环保旅游者，我们愿意实际行动保护万绿湖的纯正与圣洁。这里到处展示的是水的文化，长廊上介绍的是地球水资源和中国人对水的认识和智慧，而地下呢就镌刻着华夏几千年水的书写。中外游客出钱出力保护自然生态的纪念石刻处处可见，各种水上娱乐活动是人和水的和谐共处。曾经触动过清代才子写了传世名著《镜花缘》的万绿湖，成为了百花仙子之故乡、镜花水月之梦境的风景区。先生，你这瓶子是不是不要了？是啊。哦，你可以把它交给我。哦，咩袋嚟嘅呢个？哦，这是环保袋，善待自然，请把杂物交给我。细微处见精神，呢一度湖区的人对水和环境的呵护真是令人感动。这里就是香港饮用水的源头，来到呢当然要试一下是什么味道，试一下。很清纯，甜甜地的。湖区里面生态环境非常之优美的，工业生产值近乎零，完全是没有污染的，而水质是达到国家一类地标水标准，可以直接饮用，不怪之得称为岭南最洁净的一盆水。刘市长，我们香港人就喝东江水，今天我们去过这个万绿湖拍摄，就发觉环境很优美，自然生态非常之好。听说河源政府和人民都为这个自然生态作出大牺牲，是不是？保护这湖水啊，可以为东江下游4000多万的那个居民啊，包括香港市那个居民饮水啊安全提供保障。我认为呢，这个是河源的光荣。据刘市长介绍，河源近年更加关闭和淘汰了数百间污染工业和落后产业，占全市工业产值的1/5，同时大力整治农业污染，加强林业生态建设。河源是全国生态环境保护最佳城市之一。为了保护万绿湖这湖水，我们可以说呢，是一代又一代人来作出努力，甚至是勒紧裤腰带啊，宁可即系辛苦的、穷的，都要保护环境、保护水质。万绿河源除了有优质的水源之外，温泉资源都很丰富的。
嗱，经已探明嘅温泉咧有32处，开采咗咧有5处。呢度嘅泉水嘅温度咧高达80-90度，每日涌量咧高达10,000吨咁多噶，堪称岭南一绝。有人话河源为保护自然生态付出咗代价，但系就得到大自然加倍嘅偿还。远离都市嘅烦嚣，享受自然嘅抚慰，正系现代人嘅追求。河源因水而神奇，因水而美丽，但可能有好多人唔知道，呢一度唔单止系水资源，仲系岭南文化最早嘅发源地。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统一7国之后，派陶衰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50万大军平定岭南。经过4年征战，终于完成征服岭南大业。当年呢一支中原南下百姓大军，佢哋最终喺边一度定居？而佢哋嘅后裔又散落喺边一度呢？呢一切都成为咗岭南历史学家苦苦追寻嘅谜团。冇谂到一次人口普查揭开咗多年嘅悬案。嗱，呢度咧就河源市龙村缘陀城镇。嚟到呢个偏远嘅山城咧，沿途见到骑楼啦、青砖雕饰嘅民居，你绝对可以感受到古朴嘅岭南风情嘅。不过令人惊讶咧，就系呢度40,000几嘅居民入边，姓氏咧有179个，可以话系占咗百家姓入边1/3嘅。喺陀城嘅窄街小巷，3步1祠堂，5步1宗庙，有啲光耀堂皇，有啲就沧桑斑驳。里面无不排列住先人嘅牌位，诉说住祖族悠悠嘅历史。呢条人口只有2,000多人嘅陀城村，姓氏咧140个咁多噶，由最简单嘅刁啦、丁啦，到到比较复杂嘅戴、韩、谷，由福姓、欧阳，到到比较少人有嘅占、米、龙、公。可以話係百人百姓，所以咧呢個被譽為中華姓氏第一村。咁究竟背後隱藏住一個咩嘅歷史故事咧？秦統一嶺南之後，將中原嘅郡縣制推廣到呢一度，建立咗南海、桂林、象3郡。南海郡下設番禺、博羅、揭陽、龍川4縣，戰功顯赫嘅趙佗首任龍川縣領。阿媽主任啊，點解趙佗當年咧會揀呢一度咧建城嘅咧？趙佗嚟龍川赴任的時候，那個南海郡民任孝呢曾經咧對趙佗說過，他看天象，在嶺南的東北方，有個地方是出郡王的，你沿江水而下，你去找那個地方。趙佗同身邊嘅謀士嚟到敖山頂。发现呢一度东江若龙，群山似虎，土地肥沃，适合屯粮养兵。加上北可出江西进中原，西可至梅岭险关，东可达闽越，而南可抵大海。又处于龙川县中心地带，便于管理全县各地。赵佗就喺陀城呢一个地方设县治，据说仲比广州建成早14日，故有百越首邑之称。阿王镇长啊，当年咧赵佗咧嚟到呢度建都建城咧，有啲咩特别嘅功绩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其实以前的那个中原来的统治者都是很瞧不起当地的越族人的，因为中原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的社会，但是当地的百越族还是处于那种刀耕火种啊这样的一种社会阶段。但是赵佗呢就换了一种思维，换了一种方法。他采取了一种叫合集百越的政策。赵佗要求士卒同越族人好好相处，传授中原的农耕和铁器技术，推广汉字文化。当时这个氏族几十万人留下来之后，你想进入了和平时期，肯定就要休养生息，就要男耕女织。但有一个问题就来了，这么多的几十万全是男丁，没有女的。这是赵佗想了一个办法。他上奏朝廷，话为了稳定军心和岭南的长治久安，需要从中原征调未婚的女子随军洗衫煮饭。当时秦朝的皇帝啊，还真的允许了，只不过这个皇帝大笔一挥，赵佗要3万人，他给他减了一半，给了15,000，
汉人的女子，然后到了岭南来，所以在客家地区有客娘这个称呼。赵佗仲倡导汉粤通婚，鼓励军中士兵娶当地的粤女为妻。中原军事就是这样在农村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史学家推断，佗姓179个姓氏大多数都是当年秦军的后代，是历史上最早在岭南定居的中原人。这个就是岭南最古老的井，叫做越王井。样那边就是越王当时居住的地方来的。他来到农村建都建城的时候，为了解决军民饮水的问题，亲自领兵建了这口井。距离现在成2000多年历史，仍保存得非常之好，所以有中国第一井之称。根据唐代的《越井记》记载，佗饮诗水，肌肤润泽，寿百岁有余，视听不衰。古井的主人曾经被毛泽东称为南下干部第一人的赵佗，从这一度走向南海郡尉，最终成为了南越国王，开创了岭南文明史。南越王庙是后人为了纪念赵佗而建造，终年香火不息。华夏文明正是通过农村进入岭南，秦朝古县兴亡之地，汉唐名城、古城墙、官道、苏堤、正上塔、科举考棚、学宫，处处留下了2000多年的文明印记，深厚的文化积淀，更加孕育出独特精湛的杂技、花灯和花朝戏等等的艺术奇葩。我们这个发潮戏是个稀有剧种，它是一个县一个剧团一个戏种，就是有天下第一团的米称。发潮戏历史悠久，起源于清代当地的客家人祭祀形式的神潮。两个巫师在锣鼓所立的伴奏底下作法歌舞，请神驱邪镇妖，消灾降福。他们唱的时候呢，就是那种那个这个比较独有的这个鸡歌，就期待了我唱给你听听啊，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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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们就那个那是散发的什么东西打锣啊的，关于那个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神潮开始的时候形式单调，睇嘅人亦唔多。后来为了取悦观众，神潮艺人就编进了一些谈情说爱的内容和生活故事。这样一来呢，表演就是比较形式多用一点了，也活泛一点了啊。这样呢，观众喜欢看，观众看来看去，他们就说：“哎，你这样的不像神潮了，发潮，叫发潮。”花潮戏浓厚的乡土气息深受民众喜爱，它吸收了粤剧、黄梅戏等等戏种的艺术形式，用客家方言演唱，活泼谐趣，优美明快，在舞台独树一帜，多次到香港、新加坡和全国各地演出，还被首批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文化传承基地。并且作为岭南客家文化在上海世博会展示。万绿河源，客家古邑，自然和历史交融相辉，怎样走向未来呢？在河源这个地方呢，你不发展呢就没出路，但是乱发展呢就是一条捷路。如果不发展就最好啊，那些水都保不住的，那些水都保不住的，环境都保不住，一定要发展。但是发展一定要就结合河源的实际，找到一条那个适合自己走的那些科学发展的道路。珠江东水开端，岭南古都第一。11月29日，世界客塑第23届恳亲大会在河源举行，
嚟自全球五大洲嘅客家人，翻翻到最早嘅祖地，寻找岭南文化嘅源头。远古恐龙喺呢片绿色山野留低佢哋脚印，雄韬武略嘅南越王喺呢一个百越首邑播下咗岭南文明嘅种子。日夜川流不息嘅东江，培育咗港人生生不息。一年十三集嘅岭南寻根之旅今日结束。嗱，无论你系港府人、潮州人、客家人、疍家人，定系百越古族嘅后裔，无论何时身在何处，一定要记住，我系岭南人。